什么是脱敏治疗？脱敏治疗的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对于很多有敏感的东西，给你慢慢的脱掉。那么这种脱敏治疗，医学上、科学上讲，就叫特异性的免疫治疗。那么我们主要适应人群，就是你有对某种过敏的这种疾病，比如说过敏性鼻炎、过敏性哮喘、过敏性皮炎等等。这些患者，如果你查出来了，对某些很过敏，我们查找出来很明确的这种过敏源，那你药物控制治疗只是一个对症控制。要从病因学角度来讲，你这个过敏源你又不能避免，又要需要长期接触，怎么办？我们只有来减轻你对这种过敏源的敏感性，所以我们就进行一个脱敏治疗。脱敏治疗就是。首先就是一个从小剂量逐渐增加到高剂量，逐渐累加，剂量的累加，累加上去以后，我们再逐渐进行一个维持的一个剂量，这样长期小剂量，你可能机体没有什么反应，好，慢慢慢慢的增加，慢慢的增加，这样你机体慢慢的适应，